本节目由百事可乐赞助播出，有百事，宅家也百事可乐。本节目由 Nespresso 浓郁咖啡赞助，胶囊咖啡机轻松打造家中的精品咖啡馆，开机三分钟，满屋是新风。本节目由海信新风空调赞助播出。哎呀，快关掉吧，不想看了。快点，青春的秘诀，那就是快关了吧。每天吃一碗三碗面馆的面。不行了，别反复看了。怎么这样不能面对自己的身体？无法面对它。播。不行，姐。为什么要去吃你的面？我咋知道？谁知道他哪蹦出来的？去你那吃过面呗。请叫我白太太。哎呦！快关掉吧。真是白五哥哥吗？请叫我白太太。但是很好。深度互动了吗？没有。进行到哪一步？没有，就这，看到了本人就。那感觉怎么样？就很好。这见到他表达了吗？没有，我很矜持。就是你为了这个，是啊，我去这件事。是了，你忘了咱们搁节目里说的吗？那天晚上找你吃饭，你不去。我就不好意思，我也是，你懂吧？我就碰到那种特别喜欢的，我也不太，我也不好意思去。你说这郭敬明找我，我也就去了。那你说，哎呀，还有白宇，我不好意思去了。加微信了吗？没有，也没有，就适当的就社交距离。对，你跟二姐熟吗？我俩有微信，但是我前段时间也是一个聚会上就见到了她。那天是她过生日啊，去都给我吓完了当天。咋的呢？就是他是一个酒店楼下的一个小包间 KTV， 里边坐了30个姐姐，所有的姐都在那儿，多姐都在那儿。上一季的，但我那天见着大家都是有一些在后半场，疲惫了有点。然后我是被阿雅姐叫去的，我进去之后，我以为阿雅姐会在门口迎接我或者什么，她在最里面，她在最中间，特别远的一个地方。那完了，大家因为那包厢非常小，都没。也就这个到客厅这么大，这屋满挤30多人哦，还唱歌的呀，跳舞的呀，喝酒的呀，然后我就进去，我就找着，哎，我说不好意思，你这个，那老尴尬，慢慢挪动，移动到阿雅姐那块，我就是浑身发抖。那后来呢？后来那个融为一体了吗？后来就说其乐融融了吗？把自己灌醉，完了就开始叫生生不息的人下来，都在一个酒店，然后生生不息叫来那几个都卸了妆了，已经。准备睡觉，人家都全装，姐姐们都全装，太妙了。后来还是何老师张罗说，我们走了，走了，走了。完了，我们大家就一起走了。太恐怖了，挺好，但是也挺开心。啊、哦，我这种场面你多经历点，你知道吗？我可不经历，你多讲一讲，太好听了这种故事。我其实我非常怕那种，就是，你知道吧？就有的时候那种节目的后台呀，我知道典礼，尤其哎呀，我的妈。晚会 一走一过的，有人回来，有人走。对，完。我记得之前有什么活动，也是特别大型的活动，休息间还不够。然后，但是有很多就是女明星，她们得换好几套衣服，也没太多地方换。然后就说：“哎，那这个休息间有那种，我们能不能在这换？”然后后来就给我挤到走廊上，因为我就这一套衣服。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再找别的屋，因为别的屋已经坐满了，之前就坐在那儿的人。我说：“那我就坐在走廊上吧。”哎呀，我还经历过一次，就是我跟杨子，不是辣目杨子，就是杨子啊，杨子，我们俩在一个狭窄的酒店的走廊里相遇了。你什么时候打这个招呼？我能感觉到，就是我们俩大概是都知道是对，我是认识他大概是认识我的，然后我们俩又没有见过，我从老远我就开始想怎么办？我说完了，那杨子，我说那我，哎呀，我跟他打不打招呼？他不认识我，我打招呼又显得我很冒犯。然后我们两个就错过的时候就，两个人尴尬的，然后他也溜在了，你知道吗？我就怕就边儿，结果两个人都溜在边上。你还不如就打招呼，哎，杨子，也不好啊，又很怕他不认识我。你在机场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我现在不给你发了吗？我在人群里碰着印度啊，不是，就只有米卡一个人。就米卡，因为我也好信，我这人特别喜欢在机场，就是看大家等谁，完我也看看等谁。哎呀，米卡，
然后我就在那等，还搁那拍呢，你知道吗？拿手机拍照，完涌过来了，涌那个大片的人群涌到我面前了，就离我就恨不得这么近，然后他就把我淹没在那个人群里了。哎呦我的妈呀，恐怖！二姐啥时候来呀？快了吧？妈，啥事儿啊？不知道啊。这是呼唤我吗？人不？哎呦，有！这咋？这怎么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呢？这咋还亲自用嗓子喊呢？哎呀！这么多东西，太多了吧？帮我拿一下吧。咋的，累的？不是不让空手来吗？那也没让说那个手不够用来，真是来没少带。来玩吗？行。这个你打开看看。这是蛋糕胚子是吧？对呀、啊，不是说你想做蛋糕吗？你就是吹吹，吹吹是吧？我也是吹吹，我没做过。完了，当真了吧人家？然后这个是从那个成都发过来的那个好最好吃的枇杷，快来，来了，坐吧。你再过来点，靠着我、啊。随意坐，没事没事，我来给你们剥啊。你看，你看这熟了以后，我没吃过。东北没有枇杷，我学过枇杷，没吃过。但好像这个东西不太好运，谢谢。所以就不太有。它可能没有太熟的时候就。哦，这个味道的甜不甜吧？你就说，因为对四川人来说，没有水果是没法活的。但是这个好甜呀、啊！嗯，太甜了，还有家乡的味道。哎，吃出乡愁来了，想。我脸要哭吗？再哭。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这是第几场时候唱的？第三次公演，当时我们队有五个人，全是能唱能跳的啊。节目组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到一首唱跳。嗯，轮来轮去，最后我们五个人拿到一首毛毛的那个无名的人。哎，那你们那个会训练吗？在参加之前？我感觉我应该是节目组最后一个答应来的，因为我答应节目组要来的时候，好像就还有不到十天就要开始出舞台了，我说六天。用了六天时间，哇，你这都可匆匆了呢。这是能磕青吗？经常就皮下出血，不知道怎么回事。练的受伤吗也？赵梦受伤了，心灵也受伤了，王子泉锁骨给甩开了。啊！锁骨甩开是反复练之后，他就可能就错位了。我当时压力就非常大，就一公之前出舞台刚结束没几天，刚拿到一公的曲目的时候，有一天我在那个服装间里边休息。我就听见哇，就边哭边走啊！我太笨了，我就是头猪，我就直接就从我的那个服装间门口划过那个哭声，你知道那种压力很大。但是他一公二公确实他分了战队，分了战队之后呢，就两个队。我跟你说，这节目组可会设计这些事儿了，可会了。就是你放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得不，你看《生生不息》也是，之前都可和平了，后来忽然就搞那种竞争战队，就是说也是赢了就全员晋级。嗯，你去哥哥就不会这么累。为啥？我为什么不请毛毛去哥哥？我超想带毛毛去哥哥的。哥哥，你咋不去呢？我不敢去。披荆斩棘，你为啥不敢去？毛毛，就是我找你了吗？那倒没有。哎呦！主要原因是这个，你为啥不找毛毛呢？多好玩啊！我就特别爱看综艺里边那种小白，然后被逼疯、被逼哭，然后最后怎么会这样的观众？有，我就是这样的观众。我觉得他很难去啊，你有点人群恐惧症。你就对，我是前两天生日他也来了，来了之后何老师说毛毛今天是那个心意生日，你要不你唱一首歌吧？然后毛毛就坐那，就手就这样。因为人特别多，三十多个姐姐，那天真挺吓人。在那搓手，然后那个就拿个酒，就自己在那干。后来那个何老师说，毛毛有点不好意思，你得去那个调动一下，调动一下。然后我就走他跟前，他做就这个姿势，就这个姿势。毛毛，今天我生日，对，我生日，我寿星，你给我唱首歌好吗？毛毛，我这样，他这么害怕了吧？一模一样的表情。我说我们刚唱完你的那个什么无名的人，要不你再给我们唱一首原版吧？哎呀，
然后朱洁静说我们给你伴舞完了吧那当时结果真的伴了舞真的伴舞、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那个舞还不是气氛型的不是气氛型是那种意境型朱洁静抓风对然后抓住然后就那种就这种然后我看毛毛在那就是脸也不敢抬眼睛也不敢抬就把那种歌给唱完了你都看傻了那天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局面的、哎、你来之前你来都来了毛毛他也没想到去的时候是这个局面这么多人而且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大家都已经喝到这儿的时候他进来了然后所有人啊毛毛我是完全清醒的还是完全清醒的哪怕你有一点儿微微有一点儿太吓人了，我的！而且我大部分人我又不认识。打开自己，毛毛好很。我感觉我最近比之前 好多了，真的好多了。打开，打开。我记得你们有一段时间还是非常痴迷于那个变装的。就是我怀孕的时候，我怀孕的时候那不九个月吗？我现在回忆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九个月，就是我孕期的九个月，因为我没有孕吐，哦，又很我老公又很宠我，哪有 party 哪有我。没有 party 我就搞一个大 party 大家来然后已经不能满足平常普通的聚会就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就比如说八十年代的什么 disco 波点盖茨比我这么大的肚子我搞盖茨比还要去我为了搞盖茨比我为了赢都去找我的造型师、啊、还有比赛还要赢还要赢哦有评比自己搞一个 party 要赢有奖状有组委会有奖杯有组委会有谁来评呢就是在场的所有的人不相评而且要真心真意的凭自己的感受真感受来评、哦、真这么拼吗拼然后我们那个有一次就是八零年代 disco 复古的那次的时候有两个人评票了就拜头怎么拜头？拜头啊！先拉票，先说自己这身衣服怎么介绍，怎么不容易、嗯，然后为什么有这身行头？我的主题是什么？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要送的祝福是什么？还送个祝福，就通过这身衣服。妈呀！参加你的 party 挺累呀、啊。每一个人都要祝我、啊，就婚姻幸福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孩子健康。我这身波点祝您婚姻幸福。哇，你这多子啊！嗯、多福。你俩可以呀、啊，你俩就保持这个。啊，我俩有没有资格去参加那个变装趴？我挺想去观，我挺想观摩一下。观摩了就直接进来。你下次吧，在你那趴那整一个吐槽台。嗯、吐槽台，我俩在那儿。哎呀，可以，这个服务可以，好主意。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迅速跟人打开局面的方式？有。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人？就比如你看节目或看戏什么的，你特别喜欢一个人？他有的。他比如说是谁呢？白宇吗？哦，哎，很 man。嗯呐。哎呀，我之前有个戏差点就跟他合作了，然后他档期又不行，我当时就急了，我说怎么就不行呢？那李雪琴为了跟白宇上节目调档期去的，调了都十来十几次档期。上了吗？上去了去了。咦，怎么见到了？还是的，还是的。你说多完蛋，去了连微信都没加。怎么回事啊？然后那么多档期，我就觉得我加了，我也不会找他玩，我也就对他是一种打扰。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雪琴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喜欢，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人哈，就是我不能有粉丝心态，我不能让他觉得我对他有那种往上够的那种感觉。哎，对，我是这种平起平坐的，需要反复告诉自己是吗？是平等的，那是平等的。我感觉我此生也无法克服我也会判断就是你是想要这个人的微信还是想跟这个人有正常的来往对因为我没有微信咋来往因为我当时的判断有共同的朋友对呀、啊、因为我的判断是我加了他我也不会跟我也很难主动跟他说什么加了他明天早上发个动图早上好哎呦我天再发一个晚安就是盖被子晚安对方一看，怎么了这个人？那我完全可以把我的其中，我可以把毛毛那个改他的对备注改成白宇吗？那道理也是，效果也是一样的。我说不定还可以得到一些回复。有病吧？哦、白宇说有病啊！白宇拉黑我了，在申请。我太变态了吧，我也。我觉得这样反复 Q 白宇也不太礼貌，对不起。对不起，白宇老师和白宇老师的粉丝们，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行就剪了吧，保留一部分，咱们肯定会保留一部分，太荒唐了。
来长沙还是得吃点正宗的这个口味虾。哎，有百事吗？咱整几瓶冰的、无糖的，解解辣呗。行，我给你拿。还给你拿青柠味的吗？嗯呐，我觉得青柠味特别清爽。你说你又怕辣又不能吃辣，幸亏家里囤足了这个百事，要不没有这个减辣神器就完了。吃辣的你就得喝这个无糖冰百事，太爽了。干杯！干杯！算高吧，姐，现在就做了是吧？做，一会儿都吃晚饭点了。我先把奶油打出来，对吧？哦，哇哦！我们给这蛋糕得做个主题吧，宝宝们。你说一个，姐，你定一个主题。乘风破浪的毛血旺。浪怎么做呀？画点呗，波浪。对，我们哎给浪弄点蓝色，还没有色素啊。有。哦，蓝了，蓝了，蓝了，蓝呀！不欺负你吗？蒂芙尼蓝确实是，蒂芙尼蓝被你打出来了，这个蓝可不好打。你看，哦，真的，哦，林雪琴打出了蒂芙尼蓝，嘿嘿。毛毛，你看啥呀？这是个船。抹吗？我可从来没抹过，我感觉抓的老爽。哎呀，我觉得老爽了。哦，可以。雪琴可以啊，非常有手法，一看就是手做的，像哈利波特过生日那个蛋糕。然后我现在把船放上去啊，或者就这颜色呢？是黄色吗？这种你还得裱点花嘛。我试试。对，你裱一下。哎，可以啊。奶漏了，有点使大劲儿了，就挤不。可以，就这样，挺好。哎，这蛋糕弄出来挺好看的，它有一种拙劣之美在里面。我们先跟他合个影，都在，太妙了。哎呦，做蛋糕挺费劲的，喝杯咖啡吧，来。咱们家现在你发没发现更新换代了？又升级了啊！我们现在拥有了一个 Nespresso 的新款咖啡机，太好了。它这个很厉害，它可以做出外边那些精品咖啡店的各式的咖啡都能做，对，啥都能做，想喝啥就能喝啥。哟，来了，启动了。这一杯做好多呀，可以。嗯，走。我好期待晚上的火锅呀！那我先把锅熬上。好了，这个熬完就来了。这里是啥呀？炒好了。这锅绝了，来了啊，绝了！我的妈呀！这熬的差不多了以后，再放点醪糟，加一点会好。我的妈呀，太香了！这个刚才有一股味儿冲进到我的鼻子里，味蕾一下被打开，对，生理反应。涮啥都不好吃。这家家太好吃了，还不是特别辣。不啥呀，我尝尝。雪琴那个不香。嗯，不，这是真的老师傅炒的。咦呀，看着就来劲呢。可不咋的呀，好久没那么吃了。给你们涮一个吗？你可以把肉下进去吗？下呀。哎，姐，你能接受我们把毛肚丢进去然后就等着吃吗？不太能接受，因为那不好吃。真的不好吃。那你能接受别人这么干吗？也不能。但是有时候就解释不过来了。你看这个要大概涮成什么样。毛肚你看它一定要沾空气，你知道吗？来，你俩一起。谢谢。煮久了就真不行。太好吃了。来吧，姐你吃吧，我俩学会了。好吃，好好吃，还行吧，这家太好吃了，太辣了。你们喝可乐不？有百事。哦，拿一个原味无糖的。给，谢谢。没事。没事啊。哦，这个。哟，嚯！哦。啊，爽啊！那我们就聊一聊浪漫的爱情吧。
我哥就聊浪漫的爱情，火辣的爱情故事，爱情麻辣烫，本身就爱听这个。嗯，你俩啥是什么契机决定的要结婚呢？我没想结婚，但是他就给我求婚。怎么求？可好奇了。咋的呢？你们这吃火锅就好好吃，好不好？哎呀，我就可最近看刷到好多求婚的视频，都把我感动完了。怎么要备案一下？就感觉求婚这个事儿很，我也特别爱看别人求婚。对呀、啊，很想哭。我就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想结婚了，我说咱们就谈恋爱吧。我有点恐婚，就是那当时啊，然后他就后来就反正一直对我特别好，后来一直跟我说咱俩结个婚吧，就领个证，领个证行吧，受法律保护，以后谁再拍咱就不怕了，夫妻俩。最后终于说那行，先领个证，然后就算了个日子，然后刘江导演就打电话给我了，心意啊。我听那谁说你什么什么几月几号上午要请半天假了啊？那袁弘为什么也要请半天假呢？我说咱俩有点事儿。刘江导演是一个特别特别就是戏比天大的一个导演，然后他说什么事儿能比拍戏还重要呢？然后我们俩就看了一眼，我们俩想领个证儿，啊，我现在就给统筹打电话，给你们俩都安排出来。领个证，然后他特别逗，他拿着结婚证，咔咔两个钢戳一盖嘛，看了一眼，哎，一样啊，然后说你一本我一本啊，还是放一块儿，哎，有证了，特可爱。所以求婚是在领证之后哦，他又策划了一个求婚。那你知道吗呢？我真不知道。你希不希望自己那天就是稍微有个朋友给我透露点，我打扮一下？完全没有人给我透露，而且我穿的好厚，武汉突然变天了，我就穿着一个中巴车上卖票的时候。常常我们看网络上有一些视频也是，出现的朋友们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然后那个主人公只有女主角，真是穿的是最朴素的。我感觉一吃火锅虽然说好吃，但是一身味儿，尤其满屋都是火锅味儿。嗯呢，哪整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海星空调啊，它可不一般。怎么个不一般法呢？说说看呢。你好哈利。你好。打开新风已为您打开新风。哦，新风非常智能，就是换气新的空气哦，而且海信的这个新风非常方便，很快。你就看咱这海信空调啊，语音控制多么的精准，是不是值得拥有？值得，值得。雪晴，你现在怎么样啊？你我啥怎么样啊？你为啥呢？为啥无疾而终？我都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啊！但是大家都太喜欢你了，我觉得你在那个节目里面太可爱了。大家喜欢他都是把他当妹妹一样在喜欢。对，因为杨天真跟我说一个，人家见你第一面只会觉得你是个人，说人是女人。对，啊，那好戳呀，这话我醍醐灌顶了。我不知道，我觉得你这样的人如果一旦遇到合适的男孩就一拍即合。是吗？我觉得谈恋爱真的不是唯一，只有就是只有结了婚有了小孩之后，我才觉得那个东西是不能改变的。我真的是跟袁弘有了孩子之后，我才觉得我跟他是一家人。因为我现在就是没谈恋爱的，我就不会说你赶紧去谈恋爱，我肯定不这么说。谈恋爱的我绝不劝说赶紧结婚，我也不劝。结了婚的我绝不劝人生孩子，然后有了一个孩子呢，绝不会劝人家生二胎。而且俩都是演员，有孩子你肯定得有一个人要往后退。所以你俩怎么平衡这个？就他出去拍，我说三年我好好陪孩子，你好好出去拍，你在哪儿我带着孩子过去陪你就行了。我们今天得到消息说袁弘阁方面也有一些想要吐槽的地方。袁弘要吐槽我？凭什么？不是我指使的。我太害怕打电话了，我甚至听语音都害怕。我也是啊，我看到那别人给我发那大长语音，我就转文字。对，我也是，我只能转文字，我不能听别人语音。我就害怕，他的声音，我特别恐惧语音会议。啊，都到齐了，哎呦，能听到吗？哎呀妈呀，雪琴到了吗？完了吧，我就非常恐怖。天哪，你们俩，这节目也是挺胆大的。哦，打开。您拨叫的他可能又不行了，现在。
哎呀，那所以我们错过了，没事没事。哎呀，太遗憾了，太遗憾了。那我们俩如释重负。下次有机会吧，下次有机会。我们俩一边说太遗憾了，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们俩一边说太遗憾了，太遗憾了，然后一边开心的吃起了，开心的吃起了火锅。那我们这样对节目其实不太有利。是。咱俩还是得克服一下。不要克服了，就把主持的重担交给嘉宾吧。哎、我们是的。那你们俩录这么多，就录这么多期节目，也没觉得自己有任何打开吗？毛毛比以前打开了好多。能打开一些，打开一些。我每回都得等，想特别长时间。对，我犹豫一下，接不接？接不接？就哦，接吧，接吧。打电话吧，你一旦空两秒会很尴尬。没有缓冲。如果对方说完话，我这边停了，两个人尬住了，我就会觉得完了完了。你们是那种尴尬放大器吧？就很容易把尴尬就无限放大了。我现在恐惧到我连打电话订包厢都是恐惧。我也是。那怎么吃饭呢？就一定要线上渠道啊，或者周围的人、啊。周围的人。哦。完了，我俩糟糕了。完了完了，就糟糕了。我们俩又开始紧张了。老爸。爸爸。哎，老爸。你怎么样？你吃完了吗？我现在中间20分钟放饭休息。哦，你放饭呀？那我怎么好意思耽误你吃饭的时间呢？哦呦，那你不好意思事儿可多了。什么玩意儿？现在就开启吐槽模式。雪晴说，既然这样的话，就不打了吧，挂了。啊，也行。你要不要跟雪晴 say hello？ 那时候那么喜欢看他的节目。Hello。哥你好，哥你治治他的病吧。你好，妹儿。那妹儿，快点，毛老师说两句。他有点社恐，他不是有一点社恐，非常社恐。毛毛好，袁弘哥好，你好。你们主任也不聊两句啊？哎呀，哎呀，快点，这俩主持人可带的可辛苦。哥，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个。二姐身上有没有什么你最不能接受的地方？开始思考了，说哪个好呢？我倒想听一下。他就是确实是不长脑。你们都知道他那些破事儿吗？哪些呀？哪些呀？比如说忘了自己妹妹结过婚。啊？这有什么忘？他妹妹的婚礼他去了。啊？哎呀，还去了呢。哎，你是证婚人是吧？还证婚了呢，对，这么深度的参与，对，然后记忆丢失了。你妹妹都已经有孩子了，就她会突然跳到另一个空间，突然就跳脱了。对，我经常忘。哦，那很可爱呀、啊。我打算以后把雪晴和毛毛都拉到我们的那个逐梦演艺圈里去。我们有个群叫逐梦演艺圈。他俩进去也不说话，你干嘛呀？我们俩是那种在微信群里叭叭叭叭，然后 party 上永远看不到我们俩的那种。傅首尔在我们群简直开心到转圈圈啊！你俩是键盘侠呀、啊，你们俩。对，我是，至少我是。感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哥，非常的感谢你对毛血旺的支持。感谢感谢，真的，我跟你们聊完天，我都出了一身汗。我们俩，哎呀，那就是实在是打扰了，不好意思，添麻烦了，实在是抱歉。你好，忙吧啊，爸爸。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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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但是这你俩好好啊，我好羡慕啊。哎呦，这打电话的这个状态啊，咋的了？你的爱人在录一个节目，然后你可以很自然的打电话进来，是一件非常妙的事情。那可是两口子啊。两口子。哎，比如说如果刚才你是我，比如说这时候比如说是你老公，对，我老公，然后打电话过来，你会聊什么呢？喂，雪晴老公啊，哎，姐你好，你好呀，我跟雪晴在一块录节目呢。啊，是吗？是吗？啊，那我老公可能也挺社恐。你在干嘛呢？你怎么？我俩在录节目呢。哦，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呢？在哪儿？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怎么又笑起来了呀？雪晴刚才哭了。啊？为什么呀？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好坏。观众说：哈哈哈哈哈！哈，人尴尬的笑。我似乎能理解你们的尴尬。你理解了吗？有一点。因为是你老公，你在这儿就还好。我不在这儿，你给我老公打你电话。不知道，在这儿其实我也不是很想理解。但是感谢。
你俩各管各的钱吗？对，一开始结婚前他问我，老婆结婚了啊，那个有钱都给你管呀。我说我不要，我数学不好，我管不明白。他因为他以前他的钱都是他妈妈在帮他管的，我说让你妈继续给你管，你妈妈也高兴。我说那个你有多少钱我也不管，我有多少钱你想知道我也会告诉你，但是我们财务自由，但是这个家你来养。但其实后来也就是大家都在为这个家付出。如果我特别喜欢一个什么东西，我老公我特别喜欢一个那什么东西，get， 很快就会给我买回来。他的妈妈如果生病了做手术啊什么的，他不在，反正一切都是我来，我也不会跟他说我花了多少钱，反正就解决了，就做就完了。然后我家里有什么事儿，他也就是如果我不在，他也就全当自己事儿解决了，很摩登。然后互相不会问对方说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不问。反正就是我知道这个家他是不会不管的，我也不会不管这个家。我好呀。呀，怎么这么好看呢？是啊，哎呀，来了 ，Hello， 来了，嗨，哎呦天哪！我自己不是想做那个小仙踪吗？赞助商总是说你们节目能不能换换形式？可能是因为你在吧。换换形式是把它换掉。如果你做访谈节目只能请一个嘉宾，是杨幂还是 baby？ 他俩谁招商能力好就请谁呗。有没有可能把你换掉？他俩挺好。毛毛喝的微醺，毛毛就不肯把麦克风给任何人，是吗？毛毛就说李荣浩的歌，别继续了，又开始掐我了，又开始掐我。导演组，但我觉得导演组剪辑我真是会戏。你看杨幂的动作就是这样，然后接我是这样，就是你就是没，我没有这样，就变成了杨幂说我男人委屈忍不住嘟起了绿茶嘴。但我普通认人能力我觉得是还挺厉害的。我们有一些认人环节，看照片来，赵丽颖。这个像不像赵丽颖和宋祖儿？像宋祖儿，肯定宋祖儿，不可能赵丽颖。就是赵丽颖吗？但我觉得有可能是赵丽颖。这个就是宋祖儿，因为他跪下，在这里，在这里。我想吃个瓜。啊，把这瓜往这儿摆上，他这样就吃瓜。降了吧，太紧张了。在这种情况下，聊什么八卦都不觉得尴尬了。那就请带来一些。导演说，导演说，那我们就演一个。生孩子，我看过这一段儿。